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，带回去，藏起来。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，带回去，藏起来。藏起来，把人家藏起来。让我们有请天天向上大家长汪涵。天天向上散发的光，天天向上乘风破浪，一起汪、温暖欢笑飞扬。我们天天向上不慌不忙，天天向上来日方长，一起汪、不离不弃大脱单。大学就要开学了，我们在这里要祝我们的好兄弟前锋早日脱单，祝贺。是啊，那你怎么还这么白呢？你都没什么，对，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峰哥问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还这么白？就是去暖和点的地儿。对，但是也有那个爱好者，他就专门爱滑雪。吃的薯片饮料。那那个王老师吃零食吗？哦，那真的，他连水都什么白水。真的吗？我饿了。对。我觉得你冷吗？哇，绝了！双鞋子，一博也是喜欢鞋的人。鞋子。平时买衣服的时候，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会把那个包装袋给留下来。嗯，出去旅行的时候，包括去拍戏的时候，就可以分类，然后把衣服都叠好，装进塑料袋，那个包装袋都可以不用扔，其实可以再次利用。可以循环利用。对，可以循环利用。这就是省。我说快递直接帮你打包盒子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带？但是如果你去剧组的话，你也要快递。想象自己回到最初的状态。有没有应加的？有没有超过的？我先来个三。好，大张伟三。大张伟有没有超过大张伟的三？不是，你们举都不举啊？对。一博的床头其实是摆了几张照片的，然后呢，他把所有照片都扣下去了，像就是没有画，没有画。我说他可能话有点少，我说了好多话他还是不理我，一直在吵着睡觉，因为我真的自己特别无聊。他回头跟我说一句，说你是我见过话最多的人。你们家里的人没有嫌你烦吗？嫌你烦吗？烦吗？王一博，再这么感动却猜不中，对了，太棒了。成为了好朋友之后，两个人有没有刷新对对方之前的一个认知？一博觉得呢？就相处的挺融洽的，然后就特别的默契。对对对，之前听别人说，然后就是一博的话特别少，但是其实熟了之后，其实还真少，话还挺多。有很多的。肯定啊，都大四岁了，不会想染那种彩色头发，然后也不会想戴耳钉，对。你喜欢他？是，爱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。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。老翔，老王，老翔，老王，老翔，老王。
我会继续追赶您的。你追我，如果你追到我，我就让你嘿嘿嘿。